好，观众朋友，接下来是时事小品，丢下10000元就跑。现在武汉疫情啊非常严重，有点控制不住了。啊，主任，17号的时候，国家卫健委郭艳红不刚还说什么武汉疫情可防可治吗？上个月，医院专家的王广发还说疫情可防可治呢，结果呢，才过了11天，他自己就感染了。他可是北大第一医院的呼吸科主任呐，他自己都感染了。这郭艳红还说可防可治，安的什么心啊？哎，怎么说话呢？什么叫安的什么心啊？当然是一颗革命红心了。小王啊，我们和郭艳红虽然职业不同，他是医疗系统，我们是宣传系统，那只是分工不同嘛。实际上我们都是一个……我懂。虽然他是医生，我们是记者，其实啊，我们都是演员。啊，不，我是说。其实我们都是党员，应该一颗红心向着党，这还差不多吧。无论到什么时候啊，你们要记住了，我们可以忘记人性，但不能忘了党性。哎，刚才我说到哪儿了？您说疫情控制不住了。哦，对对对，郭艳红是说可防可控，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，现在这个疫情啊，既没有疫苗，也没有专治的药，收治的确诊病人啊，只能是安慰治疗，打打氧气什么的。说白了啊，就看病人自己能不能挺过来。总之吧，上头对这个疫情啊束手无策，就看这个病毒自己什么时候自然蒸发了。中央研究会决定啊，要把这个宣传啊改改风向。怎么转呢？往哪儿转啊？其实吧，中央也不知道这个疫情什么时候消失，所以啊，咱们得做长期打算。我们要让全国人民接受现实，要把疫情啊当成常态，要把防疫啊当成工作，把隔离当成生活。不会吧，主任？不是说好4月份就出现拐点吗？你们俩瞎咋呼什么呀？上头说啥就是啥，那怎么回事？你们俩啊？哎，你这瞧把你俩吓的，快坐上。19号，央视新闻已经请专家出镜了。专家说了，这个病毒要与人类长期共存。啊，病毒与人类共存，还要长期共存？有多长啊？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那么长吗？你们俩先别激动。我们不是激动，我们这是绝望。还没到你们俩绝望的时候呢，党考验你们的时候到了。啥？党又要干嘛呀？这是中央政法委刚刚下发的通知，通知要求啊，让我们做好宣传工作，推出更多有泪点、有人情味儿、有温度的新闻。你们两个好好想一想，看看有什么想法，大家都说一说。那小王，你先说。主任，我觉得吧，现在肺炎越闹越凶，民愤都很大，咱党今天说个瞎话，明天又说个瞎话，百姓都不相信了。所以啊，我们现在的工作重点应该是树立党的威信。说到点子上了。那我们怎么树立党的威信呢？这个好办，现在啊，全中国的人就2种人，一种啊是病人，一种啊是没病的人。这废话用你说呀。啊，我的意思是这2种人里面，我们各找一个代表。有病的人要爱党，这没病的人更要爱党，这党的威信不就建立起来了吗？有点意思啊。你们就按这个思路回去好好策划一下。好。
行，去吧。哎，有了。你有病啊，吓我一跳。不是有病了，是有灵感了。我刚刚想到了一个没病群众怎么支持政府抗疫的剧本题目。哦，是新闻题，叫扔下10000块钱就跑。扔下10000块钱就跑？哎，我是这么想的，这个群众听说政府抗疫，纷纷前来捐款，有的人冲进派出所掏出10000块钱扔下就跑，做好事不留名，怎么样？听上去是够傻的，不过呢跟你的智商倒是挺配的。那你倒说说你的创意。哎，我刚刚也想了一个创意，表现病人对党的信任。很简单，我们呀就去采访一个病患康复出院，感谢方舱，感谢党，怎么样？主意倒是不错，但是我听说方舱医院根本没人管，缺医少药的，而且还交叉感染，重症轻症都拖成了重症。我们这么拍方舱的新闻，会有群众愿意配合我们吗？你笨啊，我们不用真的去采访病患呢，我们呢找一个演员演一下不就行了？走走。看看你们俩整的好新闻。主任，我那个扔下10000元就跑有什么问题吗？你自己看吧。宁波黑衣女子在派出所扔下10000元就跑，广东佛山市民冲进派出所扔下10000元就跑，云南男子冲进派出所扔下10000元就跑。打住打住打住，这两天江西、湖南、浙江、云南、广东到处都是人民群众冲进派出所扔下10000元就跑的新闻，你还能不能再假点？冲进派出所扔下10000元就跑，有病啊！主任，这不怪我，有病的是他们，这我才是原创啊！他们肯定是觉得我这个创意好，就都抄我的，太没有职业操守了。还有你，主任，我那新闻可是独一份儿，没人抄。这么白痴的新闻是没人愿意抄。这台词是你设计的吧？刚开始觉得肯定是越想越早越好，做出来了之后呢，我觉得做的还不想走了。是啊，你要感谢方舱感谢党都可以，但是你也不能说住进来住的都不想走了啊，你不想走也得分地方啊，住进方舱不想走那不是找死吗？那不有病吗？哎，那主任，那相比起来我那个扔下10000元就跑是不是病得还轻点的？你好，观众朋友，感谢您收看这一次的大陆新闻解决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见。